只是呀，都甲大家人讲，心地意识，咱日常生活中分毫都袂当离开去，所以咱爱时时将咱的意识啊，参加咱的心，应该合二为一啦。爱时时一地躲避呀，一避开地，避地相闻就福慧相济哦。这就是啊，在咱常所伫咧讲，咱爱忏悔义军啊。这义军那完全忏悔啦，心地清净啊，都是功德啦。只要你心地清净，那智慧三生，它就会导向咱的悲心向前行。悲心开发了后，咱也过多用这个悲呀去开发，更搁再较平等的智慧。所以讲，一地多悲呀，一悲开地哦，地是智慧的地。就是讲，咱爱有咱的智识，咱看到世间万事万物，咱也要去分辨。哦，看到苦难呐，咱开发到咱的悲心呐，将咱的悲心嘛投入灵魂呐，看看世间的苦难，搁再深一点呢。就一旦将这个悲心体会到，人无微不至呢，迄种的清净平等的智慧，所以啊，就是一比开比，就是开发了咱的智吼、哦，所以智是分别智啦，慧是平等慧啦，因为。慈悲来启动了咱的这个智慧相运，所以悲智啊，悲慈悲甲智慧呢，会当平衡。那安尼真正就是福慧相济嘛。所以讲，这个易经会当让成就实力啊，懂得。我明啊，三世业报地劫啊，第三呢是第三昧解脱地劫。今嘛来讲第四呢，第诸君性乱地劫。咱爱定定警惕咱的心嘛，咱才会当呢诸君性乱啊，咱才会当清楚，因为呢。一切的业嘛，就是六根一点嘛的偏差，那变成了呢乱根性，就乱啦，乱就是恶乱意思。眼见色啊，起着呢不规则的心，那就去犯规咯。或者是逆文心等等啊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根接触着。
定啊，坚定会合啊。那你意那无清净啊，那就是乱。世俗呢，那你意那清净啊，这个六根啊，倒是那你再多去。咱修行啊，咧利人利己啊，对家己呢，要安怎互咱的慧命再成就？安怎互咱搁再较精进呢？这个六根啊，那是聪慧啦，就是真明朗，那智慧成长起来，这呢，咱所看的、所做的呢？都无有错谬、无错误的代志，所以咱应该爱真明朗的智慧去看所有天地万物的形形色色。咱所接触到的对人呢，咱是用什么心情去对人？是用贪嗔痴慢怀疑这种的心情去对人呢？或者是呢，用慈悲喜舍这种的心去待人处事呢，所以这就是啊，那这个观念呐、啊，智慧那心中清净，自然呐、啊，自观就性哦，就是真好诶，这个六根具足哦。那第五呢，就是。在种种界地力，咱爱在这世间分别地呀，会当予咱去解分别，这形形色色是什么物件，什么款的作用啊？哦，过去啊，有的人感觉按怎样来开发，会当有什么款的物资？好，大家人真方便应用，开始呢，无考虑真济哦，就知影讲有这项物件，就会当去开发。结果一开发出来了后，一时的方便呐、啊，人人伫咧应用，到现在是呢，错啦。石油对地底不断不断地咧挖油井啊！石油提来，虽然会当做真多呢，不管是啊，衣、行、住等等的物件，但是这当阵已经变成了呢，地球啊最伤害的，真呢，就是在地精明，唔在后果啊！所以，咱现在怎样已经上万了？现在的人类啊，世界大家人真疯狂，地球亲戚受到这种的工业污染嘛，已经在危机啦。就所以，这就是一般的凡夫啊。只敢啊，知影眼前的代志，唔知影后面的结果啊。虽然就是不只是知影过去，不只是知影现在，过去这个地球的内底有含藏着什么款的物件，咱大家人拢爱了解讲，地在万物啊，供应人群的生活。当然啦、啊，地球的表面上有这么这样丰富，地球呢地层下面呐、啊，伊也阁有蕴藏着更搁较丰富。但是啊，知啦，不过呢，唔通去破坏伊，爱用感恩的心嘛、啊，知影一切伫表面或者是伫深层。咱拢爱知影，爱去保护，但是有的人知就是破坏，因为伊唔知后果会成什么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凡夫啊，聪明但是不智哦，所以造成了真多呢的祸
端，再来第六哦，那就是啊，地种种界地的种种界，到底呢有偌济一界呀？这个境界呢？咱过去讲过十八界啊，什么叫做十八界？大家人呢应该还阁会记哩。那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三六十八啊，十八的境界。那看咱用安怎的知识啊，来分辨的外面的境界嘛，就是爱六根呐、啊、哦。那实在是爱第三界的地量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呀、啊。咱现在伫咧生活中，多一个人离开过色界呢？咱凡夫啊，伫所面对的种种的形形色色，心不起欲念也是难呐、啊。所以这形形色色呢，就是伫咱的思想。思想无形啊，不过呢，有欲有色啊，甲外来呢，同款呐，它造成了烦恼。咱来用安尼来解释啦，咱就会当知影，什么叫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你那伫佛经内底去看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都还佫谈个什么境界啊？其实呢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嘛，有饮茶吃饭无不是禅，用清净心来看一切境界，自然啊，你的心就清净啦。所以啊，在种种界。地力吼，咱来好好呢，用在咱的生活中啊，去了解一切吼。第七呢，是地一切基础都地力，但爱怎样讲？一切基础都地力，咱一切基础都是要去到位。大庄严菩萨问佛陀讲：那菩萨。对到位来哦，啊，对佛体中来，去到位去呢，众生的地方，在到位呢，菩萨的行处，咱爱知影来去之处啊，到底是伫到位哦，这就是咱平时呀、啊，方向伫到位，咱家己爱有一个方向。所以呢，咱要发心嘛，立愿啊，方向也都爱正确。人生不敌方向，都有影是凡夫啊，不敌来处，更不敌将来的去处，这就是迷茫的凡夫。佛陀的地力啊，他来去自如，来去到位呢，他就是啊。不断来增加呐，伊知呀，苦难的众生伫多位，用什么款的众生去度化，什么款的人，这呢，那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的啊，是不是呢？一去都无过回来呢？唔是啊，所以佛陀伊才会定定伫佛经内底，定定都有。无量一劫，就是要用很长的时间啊，随着众生作业，伊要不断来来回回啊，来去自如，这呢就是地一切处都地点。那这路要安怎行，要真清楚啦。所以佛陀来三宝呢，爱用什么方法，现什么身形，在什么所在，嘛是呢，伊爱真彻底了解，所以永远无离开三宝世界，永远呢都是无共的身形，在什么款的时代，什么款的地点，它就是不断呐、啊，在这。三宝世界中呵护了苦难的众生，第八是地
天眼无碍地力，天眼无碍啊！凡夫是肉眼啊，凡夫的肉眼呢，地基也不地基基啊，敢那看到敢那知，这是什么物件？但是呢，唔知道这个物件内底呢，到底呢是偌济因素来汇合？这个物件在人间有什么作用无？常常讲过去，有书经也讲过去咯。只爱在土地面顶啦，一草一木啦，或者是一石一土，无不都是有呢。但是咱凡夫敢那知啊？这些石头，石头，石头嘛有伊了地变静的功能呢。爱也要分析这个石头是虾米款的石。譬如讲过去啊，定定听到讲啊，囡仔若安怎，啊都爱用这个砂石，另外一种的石呢，这个石磨粉啦，嘛是同款地边的一种呢。咱敢会记哩？咱伫咧救济北韩的时，北韩的人无通食，真正是食树皮啊。咱去伫咧看灾的时阵，定定去想要安怎样去甲伊沟通，咱要用什么物件去帮助啊？咱要互伊米，要互伊什么物件？那去过回来的人就拿到一块树皮，真大，就拿回来给我看书。这就是他们吃的树皮。哇，这到底是怎么吃呢？他们说，就是那磨粉啦，跟那个米粉啦，这样染到呢，实在是玉米粉，染到这个树皮粉啦，这样呢，做饼来吃。看讲大地啊，一切什么物件呢？不是对人类有益呢？但是咱凡夫都唔知咯，吼！但是呢，佛的地力啊，就是天眼无碍地力，一看什么都拢总知咯。这啊，叫做觉悟的觉者吼，地教呢？就是啊，地宿命无了地量宿命嘛。咱来这个人间，不是无理由的。什么理由呢？你做什么因啊？就是结什么缘呐？都得什么果啊？成就什么款的报？这叫做因果。所以啊，这个宿命啊，啊是不是呢？啊，我就是安尼带来的宿命，啊，就是安尼啊，那太消沉啦。所以呢，佛陀就讲，无聊爱清净，咱爱知影，唔通一直沉沦落去。既然知影宿命啦，佮一直沉沦落去，都唔对咯，都爱清净无聊的地列，知影咱安怎来？安怎来修什么款的报？那么，咱爱赶紧呢，即刻放弃过去的错误，赶紧忏悔啊！赶紧呢，再回归啦！咱大家人爱了解每一个人清净无染的本性，这呢就是叫做无了地力，超越凡夫啊，回归圣人的。经一来，那地心呢是地应断失去地力。电影讲过去，人人本具佛性啊！啊，既然都本具啊，都本来都有啊，你要安怎修呢？因为咱带着呢失去来啦，这不是电影我讲过修行，就是要。好好断咱的习气，磨掉了咱的不良的习气。咱若会当改变了咱不良的习气呢，发挥咱的良能啦，这就是咱的修行的目标。
所以修行要安怎修？在这个十地力的内底呢，最后跟咱讲的佛陀呢，在应断习气的地力，反复就是安尼反反复复吼，明知怎样唔对了，要反省，反省了后，佫要忏悔，忏悔了后呢，哦，佫无偌久无明，佫再起烦恼呢。再生啊，这个根尘湿，搁再混合污染嘛，那又是搁再这个劣根性啊，又搁再发作吼、哦。所以啊，根尘湿这种的那乱啦，就安尼呢，迄、那个湿气搁起来呢，都搁再燥气。所以各位学佛啊。其实呢，咱拢该用较浅的吼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咱唔通搁待遐吼，安尼钻入去个牛角尖呐。在迄个文字的内底呢，待遐讲这对啊，这唔对啊。干那待遐在文字的内底已经解释啦，嘛是呢，有个人的看法无同啊，所以咱大家人。应该呢，爱在日常生活中，佛陀有这十种的地力，咱应该呢好好来了解日常生活，提升咱人人的智慧。所以啊，咱应该呢以地度悲，有这个地，咱悲心同时爱开发，咱慈悲心开发了后呢，咱爱好好以悲呢。这个慧啊，就是无了清净的智慧，爱带动出来吼、哦。所以安尼呢，才会当彼此相闻呐，这是真正福慧其境。各位学佛啊，只是干呐，要安怎样断除咱不良的习气啦？不良的习气那断除呢？那清净无了的智慧呢？就现前呐、啊，安尼，咱永远呐，慢慢接近圣贤的境界，对，当头超越凡夫，所以人人爱多用心。